小米成功上市，请看下图。一、今日盘面梳理，指数早盘如期分化后，午后继续开启上涨，上证上涨 0.44%， 深证上涨 0.49%， 创业板上涨 0.70%。 先说上证，出现了久违的三连阳，俗话说三根阳线改三观，不知被折磨了这么久的朋友们有没有恢复对市场的信心呢？再看创业板，这是当前最强的指数，在今日涨幅也是最大的。之前判断它前期低点已经是本轮调整的低点，这个观点已经应验了。它在做出回踩双底后也开启了连阳之路。不过这几天指数都是缩量反弹，想要突破眼下反弹的局面，转而成为反转，走出一轮新行情，那就必须有成交量的持续配合。没有成交量的反弹都是耍流氓，大家密切注意这一点。我们看下盘面，多线开花，赚钱效应明显。先给大家梳理今日的盘面，医药板块延续火爆行情，出现多家涨停。高送板块中，无论是甜旋还是豫高送，今日都出现多家涨停，行情非常火爆。独角兽概念中，小米与宁的时代概念受消息刺激，也有着亮眼表现。情绪先锋次新股在反弹中自然是少不了的，妖股进出其中，大家可以发现近期妖股频出，并且都是无缝衔接。出现这种的情况是因为近期监管放松造成的，因为没有股票被特停，人气股不断向上打开空间，后面还会出现更多的人气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市场出现分歧日都是介入的好机会，大家要把握好这一时机。二、热点后市猜想。医药随着周末我不是药神的发酵，以及国家医保局表示将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的消息爆出，医药板块也在这两日连续上涨，板块内山河药府三连板，大理药业、奥翔药业二连板，新天药业、九鼎制药等多股涨停。一部医药题材的电影竟能几日内获取十几亿的惊人票房，而真正受影响的医药板块更是值得关注。从医药板块指数看出，医药板块今年前期走出过两波中级行情，六月后便陷入扫整，此时它又与指数共振走强，加这里好消息的刺激，在指数反弹时期的延续性还是可以保证的。人气指标股山河药府、高送在市场反弹初期或者市场主线题材出现空窗期时，高送板块的表现都是非常亮眼的，昨日与今日都表现出了这个特点，市场今日继续震荡上涨。但是市场中依旧有着多个活跃板块，而这种时刻高送这条线是必然被选择目标之一。今日从甜旋行情到豫高送行情都有较强的表现。甜旋板块中天永智能四连板、智动力三连板、大理药业、轩亚国际的多股涨停，如今处于重爆披露期。豫高送概念也是炒得飞起，板块内北京科瑞、环能科技等走出二连板，其余也有多家涨停。大家可以看出，无论是甜旋还是豫高送概念中的前排标的，大部分都是叠加自身特有题材的，比如甜旋板块中叠加小米概念的制动力，所以后续豫高送加题材、甜旋加题材仍旧是重点选择的方向。人气指标股制动力、北京科瑞、独角兽今日小米集团高开高走，涨幅超 10%。 而昨日有消息爆出宝马将从宁的时代购买47亿美元的电池，这些消息便刺激了独角兽概念中的小米概念与宁的时代概念。在配合指数反弹的背景下，小米概念中制动力三连板、三把传感涨停，宁的时代概念中本尊没多少表现，但是天华超净、星云股份涨停，这个板块并不是当前市场中最强的脉络，所以没有先手的条件下是不宜追涨的，因为延续性并不确定。人气指标股制动力、天华超净，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短线炒股神器短线王 APP。 龙虎榜跟庄早盘上腰，尾盘行龙。
人气资金、脱水研发等多维度选股工具应有尽有。机台推送、移动雷达、座梯信号、自选股大师等提醒功能又精准又及时。长按下方二维码抢先体验，炒股快人一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